用一个很安静的心情去看，之后看完我们再来聊。好，那我们的在高雄读书过的静华，今天返校的曾静华，对，今天返校的曾静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静华，我在里面饰演的是王伯德 Birdy， 然后我看到了一些我认识的朋友来，我希望你们等一下看的时候把我这个朋友暂时忘记，好不好？把我这个朋友暂时忘记。以专业演员的身份看看你在荧幕的演出。对对对对，那我这个角色是一个比较疯狂，但是对于情感面它是比较收敛的一个角色。然后希望你们看完电影后，可以想起那一个刻在你心底的名字，不管它出现了没。对，我希望你们都可以找到你们去喜欢一个人的方式。那在里面有没有最期待？因为他们还没看过，最期待他们看到哪一幕，或是看到哪一个你的表现，哪一卡，你想要推荐大家注意你的。看到陈浩森的侧脸。要请大家关注陈浩森侧脸，对不对？他侧脸是真的蛮帅的，对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。那浩森呢？你觉得你讲一个静华在荧幕里最吸引你的一幕？仔细看曾静华脱衣服的时候。好，在里面其实两位都有脱衣服。对，好，那其实我们今天有带小礼物来送给大家。在看之前，大家对这部戏不论在看预告或是看主题曲的时候，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先发问的吗？或是觉得好奇的？我们小礼物是扇子，来，两男的扇子跟交换日记手册。对，里面有两个。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可以直接告白啊。对啊，哎呦，随便问的。好了，那个男生白衣服的，而且你大声讲啊。现在画出来。可以唱一句主题曲吗？哇哦，你有 cue 谁吗？还是两个一起？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，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，曾顽固跟世界对峙，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，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。谢谢，让我们请法比欧帮我们选一位朋友。有没有人还有问题？啊，我们欧神父选一下。我想问说，你们看完有哭吗？自己看完有没有哭？法比欧，我自己哭了三次。然后我相信有一场他们很多场。还有五场，不说，不能剧透。反正法比欧哭了三次以上，在这部戏里面。那浩森呢？你自己看。哭过最多次的是几次？我总共看了八次，最多一场里面哭了三次，那每一次都会哭。但是每一次哭点在哭，每一次看哭点应该不一样的，不太一样，但有一个点一定会难过。好，静华呢？我看了六次，然后我每一次都没有哭。但是我回家会哭，哦，因为他的后劲非常强，他的后劲非常强。很多人看完之后都是当下感觉好像很平静，但是在回家的路上就一直回想，然后那个压抑感跟情绪会带到家里自己哭。那我觉得这部电影很特别，是因为我看了两次，然后第一次我比较往哈汉的角色看的，我带着教授看这个故事，第二次。会从 Birdy 的角色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看越多次，你会从不同人物的角度去看故事，会受到不同的感动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请导演选最后一位朋友。我一定要选我的朋友啊！但你朋友没有举手，你没有举手，你举下手嘛，不下场嘛？他们抓头了，抓头。好，来来来，讲一下。你的朋友可以问一些。
我刚刚会讲一个小秘密。电影里面呢，我那个静华演的名字啊，不是那个涛声演的名字叫张家汉。嗯，那这个汉字是因为这个朋友，因为我一开始以他做原型写故事，他叫他也叫他汉这样子。啊，好荣幸。彩蛋哦，彩蛋。那你有什么问题想问你的好朋友刘导吗？你也可以问我了。我帮你问好不好？来，好，旁边的朋友帮忙。我想问导演，因为听说这个故事是您个人本身的，那是什么契机刚好是在这两年才让你想要拍成这部电影？因为想说这中间都有很多时间可以去回忆这个故事，为什么是这两年才想到？什么样的动力让你这两年想要拍？对不起，你把人家爆米花。其实我自己的工作经验，我其实前面有十几年就拍很多台湾的偶像剧，然后都是拍别人的故事，就是说制作单位啊或者电视台，然后把故事写好，然后我就是去拍当导演，所以我其实都没有机会好好去讲自己的故事。然后这几年可能就是年纪比较大了，就是好像很想要说一些自己的故事，所以我出发点不是要拍一个同志的故事。我出发点就想拍一个，就是说自己切身的故事，然后就所以大概三年前我就开始准备这个故事，然后说也许这一段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，所以这是我起心动念的一个动机，是想要说一些自己的故事给大家跟大家分享这样子。尤其在这个2020年，我们同婚也过了，所以在这个契机是更好，可以影响大家的，对不对？是，就是说。希望，那没想到就是说在筹备这个故事过程当中，然后刚好这个同婚法也是如火如荼了，有各种的社会的一些声音出来，然后我们就也不是说刻意要搭上这个浪潮，那它就好像很自然的，因为故事的发展，让我们的拍摄就整个事情就叠合在一起。了解，好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先请我们的演员跟导演跟大家来个大合照，好吧？好，我们转过来，今天非常高兴是。其实我们9月30号才上映，大家提前在今天可以买到票抢先看，请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分享，以及到我们的粉丝团、脸书、IG 按赞，然后多多看看最新的不管是预告啊、花絮，或是帮我们多多分享。好，看这一排，在这里哦。来看中间。那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今天看完，到时候2526、2527还有口碑场，可以再2刷、3刷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看完都会有很好的感受，然后可以在9月30我们正式上映的时候带更多朋友继续再去电影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。你准备把手帕或卫生纸拿出来。谢谢大家。你们会知道晚安是什么意思，好，但